我没有摸 open source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都在花莲跟农友混在一起，想一些奇奇怪怪的点子。其中最近做了一件事情啊，就是用空拍机到西瓜田上面去拍，西瓜田，或是到养鸭场上面拍鸭子，拍下来的影像呢，用电脑人工智慧去教电脑怎么样去辨识西瓜跟鸭子，进一步呢去算西瓜跟鸭子的数量，在农业上面呢、啊、去做一个数量的确认的工具是非常有用的。这个虽然跟 open source 看起来没关系，其实很有关系，因为这就是利用资讯的科技开阔心胸去做一些创新的应用。讲到这边呢，我就要跟大家报告说，8月5号我会在 COSCOP 分享一些 open source 的精神跟经验。那我知道你们很关心 open source， 希望那天可以在台大社科院看到你出现。